Sunshine Nation 色彩無限分 ，We love the Sunshine Nation too、哎。大家唔好以為咧見到我咧、啊、就喺度要介紹啲美食俾大家。咁、當然咧，可能以後都有機會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即係電視嗰啲咁樣啦嚇。咁、今日咧，其實我主要嘅目的咧就係、做一個幕後嘅情報員嘅。不嬲，幕後情報員咧係邊個咧？係一個都好似幾靚仔嗰個咧，叫 Eric Lian 啊。但係佢今日咧。八月八號喎，佢嘅大日子喎，佢生日喎，所以佢就嚇罷工啦。你知唔知八月八號咧？台灣人嚟講咧，即係好似我啲混血兒咧，就會講八月八號咧，其實係爸爸節嚟嘅。咁啊，關佢咩事啫？父親節啫嘛，關佢咩事啫？係咪先？唉，所以咧，我呢杯飲品係做咩咧？飲翻杯蜂蜜綠茶，咁咧條氣咧就會順啲啦。嚇，不過誒，唔好講咁多。我究竟而家現場係做咩咧？就係、身處喺咧 Sunshine Nation 咧2010咧。嘅八位 Sunshine Boys 同埋 Sunshine Girls 咧，而家咧就喺度練緊舞嘅。不過其實咧，點解咁靜呢？因為休息緊啊，唞緊啊。不如咧過去問一問佢哋個情況係點樣啦，好嘛？誒、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誒，哥哥你們啊，誒，生日快樂！你們練舞練得怎麼樣啊？練舞練成點啊？不錯。誒，好咧。什麼？Sunshine Nation 不是好。都真係好得，其實咧要好多好多嘅辛酸嘅幕後，咁但係我想講下，究竟你對於你哋嘅排舞師嘅感覺係點樣？你們排舞的老師，你們覺得他怎麼樣呢？喂，我知點解佢哋咁講喎，因為咧佢驚我一陣再操多佢幾下咧，佢冇得翻屋企嘅啦，就係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懂啊，哎，到時候再翻譯。我不就說你們都是好，是的。好啦，咁而家其實你哋咧就除咗排舞之外，仲有啲咩預備緊咧？係在預備些什麼呢？最近？其實咧就係做緊呢個拍戲啦，同埋 talent 嘅。咁 talent 幾時可以睇到啊？我哋8月14號，最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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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咁有少少壞喎，因為咧冇可能係靚，你有冇點到頭啊？究竟冇啊？咦，又打橫啊？誒點啫？究竟靚定係唔靚啊？咦，你開始有精神分裂症喎？好啦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都係唔好再講咁多嘢，俾翻個時間我哋練舞啦，下次再見你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